九十年代一个属于四大天王、四个好朋友最快乐嘅年代。其实有件事我想问你好耐，你系咪中意林永？梗系唔系啦。当友情面对爱情嘅冲击，佢哋嘅感情会唔会就咁破裂？又或者变成一段美丽嘅恋曲？你手上攞住啲咩嚟噶？啊，幸运星！之前李行话成日有人将啲幸运星放喺佢屋企门口，嗰个人系你啊？恋曲九月二十号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回味初恋嘅感觉。九八八有声有色。